望嘅。到皇帝就问大禹：你点解啲狮子唔食你啊？德望小学，大禹就话：我都想知道啊，所以我头先话有三只狮子，问下佢哋点解唔食我。第一只狮子就话：佢都好想食我，但系遗憾嘅系佢唔肚饿，所以食唔到我。第二隻獅子咧就話：佢都好想食我，但係佢個口唔知點解俾邊個封住咗，所以擘唔大個口，食唔到我。第三隻獅子就話：佢當時淨係瞓緊覺，並唔知道可以食。佢當時淨係瞓咗覺。淨係瞓緊覺，並唔知道可以食我。佢亦都話：如果可以食我嘅話，就會食得乾乾淨。其實魚條嘅變化，聽到啊嚇。除咗啲骨頭之外，皇帝就話：真係感謝上帝，俾你可以繼續生活下去。係啊，